啊，你看，哦，哟哟，啊，这边哦，咱就新人诞生哦，哎，伊这边哦，嘛，你个大家过明白，哦，你个看，哎，错，天干物已经是三年了，你空三个啦，空三个啦，对，哦，哎呦，啊，这舞台是哦，真他必输了，哎，你讲无啊？哎呦，这边后面摆，这后面摆，你来注意听，注意听，哦，来，看到啥哩？哎，贵哦，注意听，哦，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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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所以讲，本地当地产品真正，唔若咱台湾真正有出名，国际上真正嘛是有分量。对，所以讲，平常咱买着农产品就对啦吼。拢总是咱本地较无的。
最有钱、最安全、最健康的地方。是啊，所以讲咱讲啊，做一个台湾经济发展。所以头前啊，二十乡镇、有一到二三乡的电商吼，欢迎咱各位现场乡亲好朋友，哎，前往去甲看卖咧。啊，咱有需要，我拄只讲咧，咱第一个认特别是咧吼，大家互相互相。啊，对啦，再较侪要较侪啦，再较少要较少啦，吼。啊，咱有需要，话讲要等下就对啦，吼。啊，来到北港哦，除了拜拜之外吼，爱买北港的产品上。放上他的比赛，杜江我有一想先甲你讲，杜江一个讲土豆，土豆一个讲麻油，麻油。啊，小等下我搁留几条啊，好，放上我大家。哦，啊，都有对啦。多济哦。啊，来个多少？你会食到啥物？北港哦，哦，我主要是去食到这个阿爸饭。阿爸，阿爸面啦。哦，啊，都有这个哦。餐刀。餐刀。哎，来个北港，我个知啊，哦，来个咩餐刀拢是第一的。哎，啊，都有迄个叫做大饼。大饼，哦对，包个大饼啊，这个妈祖的。对对对，还有这个虾仁饭，虾仁饭也是非常的赞哦，其实很多地方都可以吃得到啊。是吃的很快哦，是不赶快啊？哎，还有那个做四百鱼汤，蛮赶快的。哎，这我从包括在那边爱吃的物件嘛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哦，你看包括啊，真正是好所在。是啊，真的是好地方。我跟你讲讲的，要吃土，要拜拜哈，要观光啊，是要买物件，物件要多少钱？通通通通有有。啊，如果哦，你来北港。咁歹讲吼，想要来时阵来别个乡镇行行咧吼，嘛会当咧。比如讲，你会当去高雄华山林家边，哎呀，吼，去遐看一下风景，是是是。啊，然后咧来花尾看一下古亭医馆，哎呀，吼，然后再过来北港拜拜。哎呀，哦，真正北港就天中咱个妈祖甲个灵社啦，吼。人讲拄只照即首同款，即保庇保庇，人讲古桥都有保庇。对啦，哎，啊是讲讲到尾啊吼，啊咱遐市民咧拢无去。咱个旧版。咱即摆已经到咱的这个服务台，就是咱的花灯吼，咱的花灯在市区里底啊去啊嘞，吼。已经被人潮所淹没。拄则有讲到，有一个奖品就是啊，咱北港的特产土豆麻油。啊，拄则吼，啊，我甲俊杰伫车顶吼，伫车顶伫舞台顶，小李甲俊杰伫舞台顶吼，拢有讲到。来，北港要做什么特产？我看什么人哦，手中提物件最特殊，安尼好唔好？这是有会惊人的，我问大人啦，我问大人啦。这是有会惊人的，我今晚要惊人。来，一二三，来这掠狗的，掠狗的。大饼哦，我问说你爱吃，来来来，大饼，大饼在倒位？啊，大饼，大饼，大饼。是咱外县市的，对对对，外地啦。好，大人哦，来，搁一届，搁一个位，来。来，赶快，我问一下，他拄啊，啊，咱这电音神童吼，就去到咱这个头前的区，头前迄区是啥物区？来，外县市，外县市的哦。来，我有啥物人酒中提物件最特殊的？一二三，啊，提包包这个，你到倒位先签一下。家己，哦，家己的啦，家己的啦，哎，啊，头前你哭什么哭？农特产品区，啊，恭喜答对了，哎，厉害嘞，家己吃啊，家己关，这位大哥，家己吃哦，哎呦，你想，你这么多，家己吃甲家己关是差伫倒位？我一个区一个关咯。委员嘛是一个区一个关，啊，即摆最主要就是讲，咱其他关系赶快来甲办，办个这边。啊，最主要是讲，伊在讲头前是农特产品区嘛，吼，啊，你有买啊无？宝贝吼，有你个，莫走，有你个。你叫北港人到位，北港人去跳起来。来来来，过来过来，上简单的哦，来大关市的哦，来来来，注意听，吊灯奖的所在地是倒位？一二三，哎，闭着嘴哦。来，这个小姐包包盘头前这个，非常哦，哦，那我是讲哦，那个大坪的所在地呢？我嘛是北港，啊！你两栋同款，调地江的所在地，北港啦吼。是是是，好，来，过来，是是是，过来过来过来。来，啊，咱北港调地江，咱洪西的主席是啥物？啊，来来来，后面诶，提红帽子这位小姐，哎哎，来来，妈祖，哎呀，啊，你去拜拜不？有啦吼，来妈祖的庇佑你吼。啊，你家是有啥物代志？你讲你做什么代志？啊，跟你讲个帮师傅伊。哎，这个先讲个秘密啦，对不对？哎，啊来来，过来呀。刚刚点解未使讲？啊，刚平平单讲，刚未使。好啦，未必讲。好啦，这个妈妈啦。好来，你讲啊，你问啊，你问。好嘞啦。你要叫伊问什么？帮师傅伊哦。
耶、yeah。